どうも、クロです。今天要来帮朋友开7月10号新出的约会大作战两箱。那这次的最大奖呢是十箱和狂三的 SEC 显卡的 SP 有十箱、狂三、私密奶、情侣、折纸，配率推测应该会跟上次的 FGO 差不多。那就直接来开箱吧。开补充包之前，先来开预组。这次约战的预组跟补充包是同日发售，签卡有十箱跟折纸两种，有想要签卡的人可以拼看看。这次给的闪卡是三等十箱跟一等联动的狂三。官方还真懂人心啊。哦，三 R 名场面，黄三的联动 C 叉。预组第二盒就快速看过吧。没东西，那就来拆补充包吧。DR 是两等十箱。第一张双 R， 私密奶 and 私密奶，联动效果有够强的一张卡片。双 R， 狂乱的噩梦，狂三，这次主要的集中。双 R， Rainy Girl， 私密奶。
SR 备战状态折纸。双 R 神秘的同学折纸。双 R 重要的约定十箱一等联动。 OK， 基本配率一样是 ESR 五双 R， 来开下一盒。第二盒 PR 是三等私密奶，还有一点券。双儿五盒情侣，双儿可靠的妹妹情侣，SR 分开天空的剑十箱，双 R 私密奶 and 私密奶。双儿狂乱的噩梦狂三，双儿重要的约定十箱。第三盒 PR 是川中狂三，双儿罪恶的精灵狂三，双儿 Rainy Girl 私密奶，双儿五盒情侣，三儿冰封的大地，SR 实时之城
黄山。双儿，神秘的同学折纸。OK， 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看结果。第一张签卡是石箱 SP， 凛然的身影石箱。第二张签卡是 SP， 狂乱的噩梦狂三。第三张是SP Rainy Girl 私密奶。第二箱的第一张签卡 SP 凛然的身影石箱。第二张签卡 SP 狂乱的噩梦狂三。第三张签卡 SP Rainy Girl 私密奶，一模一样啊。来个总结，这次也是一箱三千 SR 全种类加 3R 全种类，没出 SEC。 以上是这次约会大作战开箱这一弹的全卡表中文翻译，我会放在我的粉丝专页，有需要的人可以过去看看。这次有开盒抽卡包的人也欢迎留言分享自己开到什么哦。那么就拜拜。